师父叫我们转六识为妙观察智，怎么样转？譬如我单位准备新建一个三星级的宾馆，交给我负责，我历时8个月，设计了14个建筑方案，只选一个，不分别，怎么选呢？转识成智是一桩难事啊！这一转过来啊，你就不是凡夫了，你就是圣人了啊！所以你现在转不过来是当然的啊！为什么呢？你的智慧没有开，烦恼没有断。你怎么能转得过来？这一转过来呀，不但六道轮回没有了，十法界都没有了。连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都没有转得过来。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不转识成智，就出不了十法界。可以出六道轮回，出不了十法界。要想出十法界，入这个华藏世界，这是做化身大事，那一定要转识成智。转识成智，转烦恼为菩提呀！世事烦恼那么你现在单位叫你做的事情，你就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去做就好这个转世成智的事情呢，最好是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是决定做不到的。我们只求老实念佛往生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再转八识成四识分成2个阶段来办呢就好。